雷，你看，又一个。这么厉害？当然了，我找的诀窍。你一个人全吃了？啊？这边，这边。今晚有的吃了，再找找。嚯，已经不少了。哎，你小心一点。没事，来，我来，慢点啊。哎，狱警，刚才是什么人找你啊？他们找你说什么了？那人姓金，说让我加入什么凌雪阁。我跟他说我是来寻亲的。看来他们是想请你做护卫。鄙人已经一口回绝了。哈哈，少侠真是性情中人呐。哈，让前辈见笑了。月色真好，何处无清月，何处无离人。日灵，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的事有好多呢。还在惦记着雨晴吗？不光是玉京，还有我师父。不知道他老人家现在怎么样。等我养好了伤，我陪你回去探望不悔师太。嗯。你想过没有，我们以后怎么办？我想回家，想回神农家。住在神农家是挺好的，毕竟那里是你的家。神农家美若仙境，我愿意一生在那里修养。修养？你不打算挑战天下英雄，当天下第一剑了？我觉得世间还有比练剑更有趣的事情。什么事能让你觉得比练剑还有趣啊？现在我不能告诉你，以后你会知道的。以前我一直以为你就是全天下唯一的剑痴，在你心里除了练剑，别的什么都可以舍弃，对吗？以前是这样的，现在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我变了吧。人家都说好男儿志在四方，到底是什么重要的事让你觉得连练剑都能舍弃啊？我已经想好了，其实练剑也没什么意思，就算赢得了天下第一，也不过是虚名而已。东方大哥，你真的变了。
看看吧，这个地方啊，民风淳朴，人们呢从心底里透着快乐。嗯。哎呀。哎，小二，你看这个，中原的朋友，看看我们的帽子。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有意思的东西。做工很精细的，特别麻烦。那这个买给你。买两个。给我看那个。这个可以买给我姐姐。买买买，你就知道买。你身上有那么多盘缠吗？你忘了我有那个了。那个是留着我们路上用的。你不想回武当山了？走了，我们看看就行了。好，带着吧。不要，看一看啊。不打紧，不打紧。你们尽管选些喜爱的东西，就当是老夫的谢礼了。那怎么可以呢？嗯。哎，小儿。你看看这个，拿一个吧。哎，小伙子，你看看我这刀，哎，做的可好呢。哎，你看看。哎呀，这些大多数都是蒙古刀。好眼力，好眼力。那个是西域刀。西域刀。嗯。哇，好刀，喜欢吗？喜欢就拿着。哎，我就是看看。拿一把吧，我们就是看一看，老婆。就看看。哎，好。这是把杀羊的刀，杀羊不见血，一刀结束动物的生命，所以动物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死去。好锋利啊！把他给我带走。放开我！带走！放开我！走！那边怎么回事啊？看看去，放开我。走。慢点。没事吧？没事。你扎着手了，疼吗？不疼。亮哥，等我们扎好竹筏就能回家了。好，我们回家。